操就在眼前了，小心迎战。父亲的最大的敌人就在眼前了。下人负我，将军神勇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少花言巧语，进犯徐州，逼死陶谦，到底是何居心？陶谦与我有杀父之仇，如今以命偿命，一笔勾销了。既然将军这般的豪杰接管了徐州，陶宝定不会再来冒犯。我会在城内恭候将军，如蒙不弃，请与曹某一叙。明天稍作休息吧。